他们觉得幽默很重要，就跟男男不会啊，你还有别的长处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说那个长处是要到一个阶段才能看到他的长处嘛，不能一开始哎你好。对，不可能。洗三温暖，对不对？洗三温暖才有这种动作啊！一进去就大家一拖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哦，你好，哦，你好好哦。主要是 No 哥就比较多 ，No 哥啦，你看 No 哥。这个蚊子哈，飞进去都跑不出来了。No 哥曾经在对不对？性能力广为大家流传。之前好像有跟一些女艺人传过绯闻，有吗？女孩子都会喜欢。就男生除了外表是其次之外，他们觉得幽默很重要，就跟男不会啊，你还有别的长处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说那个长处是要到一个阶段才能看到他的长处嘛，不能一开始哎你好。对，不可能。洗三温暖，对不对？洗三温暖才有这种动作啊！一进去就大家一拖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哦，你好，哦，你好好哦。精神不好。现在 No 哥几乎不用拔马子了，我都用轻点的。不是，现在就其实女孩子其实会主动的，都会主动跟 No 哥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孩子？喜欢什么样类型？他 range 很宽啊，从25岁到40岁都可以，对不对？高耶！你用一坨大便戳我是谁呀？不是，等一下，你怎么有四个奶头？没有啦，那个是那个刮胸毛刮过，然后它好像有那种皮囊炎。哦，对，你胸毛还会刮？就工作啊。他之前反串女孩子啊，反串女孩子的时候刮，对啊，因为他穿低胸啊，你总不会演一个女孩子这里胸毛上出来，会吓死人。手毛没什么，还好。手毛是 No 哥就比较多 ，No 哥啦，你看 No 哥。这个蚊子哈，飞进去都跑不出来了吧？对，而且你好啊，你好，应该认识我吧？你是刘德华，一样啦，一样啦。以前叫康康，现在叫刘德华。对，你在等朋友？嗯，对。好，一个人在这里。嗯。哎呦，我要危险呢。还好。我说我们很危险。对啊。开玩笑，真的。在哪边上班？我今天吃饱了，所以。哦，在哪边上班？我在国光。哦，国光鞋店，国光艺校，国光鞋店。哦，国光还有车长小姐哦，这么漂亮，你要吹个哨子给我听吧，哔哔哔哔啊，小心的龙丢虾。哎，你不错，蛮可爱的，对啊，你平常都会用这种发型吗？嗯，今天真的很好看，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梁咏琪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你朋友什么时候会来？真的吗？因为他迟到，今天穿的这么淑女，化妆都要3个小时的。真的哦、喔，还穿这么淑女，有拿包包吗？没有哎，没有、啊。那你手机要放哪里？我手机啊，放胸口啊。啊，真的？哎呦哇，那你一定转震动哦。38，对啊对。哎，你用什么牌子的？我用哪个电信？原传093几的？095几的？095开头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。哦，哎不错，那收讯应该不错。收讯蛮强的。哦，不错不错。你到底要讲什么？还蛮冷的，医生。因为不是我喜欢类型，我会用力打，一般就是这样哈啦，跟大家这样。其实男孩子不要瞒大家，就是两样都需要。嗯，真的，對，而且 No No 不一样 ，No No 曾经在对不对？性能力广为大家流传。之前好像有跟一些女艺人传过绯闻，有吗？什么玉华的啊？哦，你说那个沐浴华也连接去我们老前辈关月什么的讲出来，日本人呢，就关月雅里沙很久没有，有说还有个什么淑贞的哦，总统夫人吴淑贞嘛，对，想害我对不对？所以再来这一场当金刚的梦女，对哦，不要把激情过后又拿出来，我觉得男孩子其实。蛮怕寂寞，尤其其实我觉得我们做这一行，每天大家看到我们嬉笑怒骂很开心，尤其谐星要搞笑，对，然后呢哇，可是你当你收工回到家，你是一个人的时候，然后打开电视，就其实对啊，尤其电视又在讨论那种命理的节目，怎么做跟怎么做好，女朋友会怎样，男朋友会怎样，哇，这边讲就你就会想到以前那些事情，对，然后那时候会想说啊，如果身边有个女朋友在啊。可以互相这样照顾，因为又自己一个人住啊。嗯嗯嗯。对，可是当有女朋友之后，会觉得，哎呀，
台，有时候要出去偷玩，就要报备又麻烦，所以很矛盾。没有因为自己是搞笑艺人的身份，然后去把妹被打枪过。其实大家都觉得可能好像我们会把女孩子很会把妹，其实我们是锁定了。很稳的时候才会去下手，才出手。对对对，其实我这个是乳名啊，小时候的话从小叫到大，乳名 No No。对，为什么？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，爸是外国人，没有没有不是不是不是，我爸以前是开游览车的。嗯，对对啊，那以前小时候啊，都有那种家族旅行啊，或是那种邻居大家约约就一台游览车，然后出去玩啊。那时候很小，对啊，那一阵子刚好流行小孩子被偷抱走啊，偷坏，就是比如说给你东西吃啊，然后就会被抱走这样子。然后说，我姑姑在车上都说啊，哎呀，也有人拿东西啊，糖果什么给你吃啊，你要说 no 这样子，啊，小孩子刚学话，因为就学话语嘛，就 no， 然后一路一直从这个瑞芳一直 no， 基隆一直 no， no 到高雄，一路 no， 人家说，哎，要不要吃饭啊？ no， 要不要上厕所？ no 这样子，哦，对对对，是真的，这是真的，因缘际会，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是许孝顺哥来，他来那个录影。然后那时候说啊，就献殷勤啊，哇，胜哥，哎呀，他说啊，你哦，那就过来，你都要来。我说我是瑞芳人啊，因为他是暖暖人，地缘关系很接近这样子。他说你现在干嘛？我说我没有做道具，他每天都有没有，因为那是有来做才有钱。他说啊，你平常在干嘛？我说没事啊。他说你会不会开车？会啊会啊会啊，不太会开。会啊会啊会啊。然后胜哥去，然后胜哥就说啊，那你来帮我开车好了。你也他司机，你也他司机，他们这个有一点，有，我是第二代，第一代的人叫九孔，啊，最早是胜哥的司机，对，然后要去北投，他看到南港，胜哥说好累，我睡一下，说好，你知道九孔知道的吗？哦，那个 OK 的了 ，OK 的，哎 ，OK 的，一开，然后胜哥睡一睡，想说哎，这么久起来。九孔在哪里？都 OK 了，快到了。这不笑了，这方向叫研究院路啊。对啊，你不这样，南哥，我要北投绕一下了 ，OK 了。看播之后就自己讲完笑话，然后那种脸就，就那种没有表情，然后哦，对对，就像宪哥以前，然后看到我就阳光男孩，我就要两光男孩，阳光男孩，我就阳光男孩。有一对男女啊，他们就想要结婚，可那男一直都还没跟那个女生有亲密的行为，然后他就问，他想说，那男的喜欢胸部比较大一点的，他就想说也不知道，他就问那个女孩子，问他女朋友说，我们交往这么久了，不知道你胸部是，有没有西瓜那么大？那女生，我说哦，那有没有葡萄柚那么大？那有没有馒头那么大？我也不错哎，馒头那么大，应该少说有七这样子。对对对。他说那 OK 好，那我就好吧，那算那就结婚。然后新婚之夜，就听到那个男的气冲冲的从旁那个房门冲出来，然后就对着天空大喊：“旺仔小馒头！”其实也没有特定谁，因为我怕对呀。对，慢慢进行，不要讲出来破局。对，但是他是圈外人，因为他我们给人家印象，他会觉得会有防备的心这样子。那我当然希望也是从朋友这样慢慢做起。那你诚恳，你对着电视跟他讲。好，你应该知道这段话是你在听的，对对对。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先从好朋友慢慢做起。那如果你觉得我是真的不错的男孩子的话，就享受幸福吧。好，那我们希望 Tony Chen 有收到这一段的。